嗨，我是 Stephanie。 今天这个 video 关于什么呢？就关于骑200公里的我。对，200公里。本小姐骑小车经验不多，也很少参加outdoor cycling event， 可是就有最近就是经常会在 indoor 里面有训练骑小车，所以这一次就来挑战200公里，就是因为我的朋友们，就是你们教我挑战这个200公里，所以就不懂哪里拿来的勇气就好啊，就参加了。这个200公里哪里骑去哪里，就是从怡保骑去金马仑，金马仑应该是这样，又要骑上去，所以能不能完成我不知道，我就是只希望不要拖累我的朋友，如果我太慢的话，你们就先骑上去吧，我就慢慢可能在下面的滚车上来。好，我就拍到这边，因为我要去收拾行李了，明天就要出发去怡保。星期日呢，我们4点凌晨就要开始 roll out，所以我们就要从怡保骑去金马仑，总共是13个小时50分，希望我可以骑回来咯，拜拜。